的。因为周深唯一你是没有被独立的那个。我还要唱。如果是你自己，你会选择唱什么？唱个大家没有听过的。唱个大家都没听过的。就没有听过你唱过的歌。我不知道，阿姨，我们要唱什么歌呀？你的达拉崩吧。哎，达拉崩吧，可以。达拉崩吧，可以可以。节目组派来的吧？不是吧？达拉崩吧好，没达拉崩吧没那个伴奏吧？不知道有没有达拉崩吧有不？应该没有歌手吧？没有那版本我唱不了。得是你那版是吧？对，因为 key 都不一样。那你再唱一首你没有唱过的。我不知道要唱啥。唱一首你特别一直想唱但没有在电视上唱。没有，你们想听啥歌吗？孩子们没有。周深好好唱，把它唱成绝美之歌。对，你把它唱成绝美。我做不到，做不到。周深，你的要求就是唱出这首《回娘家》的喜悦感。韵味是吧？不是，就是终于跑回娘家了。我妈很喜欢听这首歌，好吗？阿姨喜欢听，好唱好唱。满足我妈的愿望，她难得有这种机会，又想跟明星唱歌。你来嘛，凤凰传奇的歌搞起啊。嗯。啊。那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你说。周深。哎。贾玲姐。哎。我们一起来欢快地跳上一支舞，好不好？好。一支舞。我是妈妈。跳一个凤凰传奇的广场舞，我们先跳一下广场舞，欢快的跳起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跟着你跳。好，好。林姐，手跟上，手跟上，手跟上。加油，加油。Oh my god!
小孩，多小孩，能不能够唱这曲全都你祖国，是男人天空最美的姿态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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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天哪天哪，下面我们就请歌唱家贾玲姐吧，你再跟我一起唱。我怎么敢跟天籁之音，怎么会，我听完怎么没事，我都敢跟他唱。那你要听唱哪首歌？还是这首？可以再来再来再来。这首歌先跳一遍再唱，先把自己跳到喘不过气，然后就热身，还是重新放，来重新放一遍。没事，来开始唱。数着一圈圈烟。
谢谢。为什么会是这个？去爬山吗？不要。你为什么带上这个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妈呀！别动我！你是做了吧？你觉得呢？做。就是要做。哇！天哪！好痛！来，双簧开始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了上海，嘿嘿，给大家唱一首歌。山东出好汉的地方。你这是不做的啊？因为我这个很像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是觉得是做了，你想说顶多这样也能接受。对。哇，这个不洗漱的家伙。小朗哥啊，走，你要不要造型啊？做不做造型啊？做做，那是肯定得做呀，咱不做。哎天哪天哪，我们的大师疯了！天哪，这个是国际古典钢琴大师啊！哎呀，太疼了太疼了，我看啥样？天哪，已经毫无尊严了。这下真是应了桃谷六仙了。这杨迪，你这样回家不怕被爸爸打吗？说不定你能 hold 住这个发型呢，真的，我是 hold 不住了。我都没，我们，俺没 hold 住吗？俺全完全就是俺，就是可能未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像我爸爸不？没有，你爸没这样，你爸没这样，你爸真没这样。上一集还很感人。对，你爸真没这样，叔叔比你强。除了爸爸，周星星可能也在赶来的路上。笑着啊，笑着。你好。没有很像吗？帮我录一个稳。姿行姿态哈，身体身体行。开始了。杨迪，你这么皮真的好吗？来，周深准备啊！你的偶像是谁？天气好热啊！你用一个词形容自己。我长得好高啊！我们山东有一个东西叫倒装句，来吧，来，谁用山东的倒装句？好，来，购物车里有什么？一米二。冬天你喜欢干什么？一米六。最近你的口头禅是？胖。说啥？胖。我说一米八呢，应该说一米八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程程，这句话充分的证明了，千万别嚣张。前面帅的哟，一米二，一米六。说话会把自己栽个跟头。哎呀，好难这个游戏。接下来，在座的六位都跳过女团舞，三二一。呀、yeah ！我跳过。你跳过呀？啥时候跳过？炸鸡的广告。那那种就叫女团舞啊！你以为啥、啊？那个我真的只是背着手走来走去。贾玲姐以为那是男团舞，她只管干活儿，她也不知道你在干活。下一题哈。玲姐曾被邀约成为团队选秀节目的导师，三二一，那肯定满足了。他动不动就讲，我告诉你们，本来是找我去的，告诉朋友们。我啥时候跟你讲？不，这个太容易了，因为所有的节目都会找玲姐。对，你每一档节目都在找我，但我不像杨迪那么就是。来，接下来交题啊。春游家族的平均年龄是31.6岁。我的妈呀！就来吧，答对。弟，你把姐拉年轻了6岁。是啊。周深现在还住在公司的宿舍，三二一，可能。他跟我们说过10000次了，10000。你真住宿舍？对啊，就是你的宿舍这也是非常不是那种，就是还有好几个人。他宿舍一共3层楼，然后3层楼就他一个人，别说了。来，强强啊，
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闭着眼睛浑身的不会听。一到我就给我整这种我从来没听过的歌，前面三首我全会，绝不是太我都没听过。这谁的歌啊？路虎。谁来陪着一身好光景？谁来陪着一身好好光景？哦，好厉害啊！现在小爽帮了程程啊。来，玲姐。我还真是听过。我也听过。我特别喜欢这首歌，但这歌词挺难记，记不住。但歌词有点难。因为他歌词都有那种意境。苍天下，烟纷上扰。哦。哎，就卡这句了。这么巧。我帮你来。沧海笑，纷纷世上扰，是苦是悲，谁知晓？对了吗？还可以啊，但答错了。谢谢您安慰奖。谁负谁，身处天知晓。答对。杨迪，你这个答对显得我又没文化的哟。没事，我是。谁知道？谁知道？下一首。你把我灌醉。好难啊，怎么都是这种伤心情歌？放下所有罪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挺难。懒哥完全没听过这个，我直接自动听过了。我听过，我也不知道歌词，我就瞎编吧。你把我放到火箭上发射。我欠你一个赌，一会儿我们吃饭的时候随便打个赌。他还想，他累，他想混过去。没有，我给你个大赌，给你个大赌，真的。太好了。那我就代替。我们导演就会杀鱼了，好，辛苦辛苦辛苦。哦，哎呀，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你看他还会帮我摸尾巴呢。梧桐，本来是你在这儿的。你看他是用这个的。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他有个鱼穿在前面。哇哇，好帅，很帅气的姿势。哎呀，你看两个哇。哦，正面位，躲闪一下，但是远离他们的。哇，拜拜，真牛。不同，今天你为刘德华努力了吗？努力了，真是努力了。大家因为上次打赌胜利了嘛，所以今天完全不给大家任何安排了。今天是家有儿女的 cos， 是网友投票最高的一个。我要用自己角色的感觉打个招呼吧。我是夏雨，我是夏雪，我是夏冰雹。这给孩子怎么不好说话呢？这么皮呢？我是刘星，我是刘星。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您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我想大家呀、都要学学钢琴，练练琴。来，我是给人脉王。哎呀，谢谢爸爸。你得好好练呐、啊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？都是20岁了，还要练钢琴。朗朗哥叫我综艺灵感导师，我的综艺灵感导师，喜剧女王。哎呀，还好我不是综艺咖。林千赖之音。啊，祝你们恋情愉快，钢琴带给你们快乐。回去送给我的麦声，我的麦声会跟我脱离关系的。那最后大家来模仿一下这个照片吧。来吧来吧，这大脖子咋长这么长？走吧走吧，好，走吧吃饭。大家呀、都要学学钢琴，练练琴。来、我是给人脉王弟弟。哎呀，谢谢爸爸。人脉王弟弟，哇，这全是你弹过的曲子哈，爸。是，你得好好练呐、孩子。灵感太可以了，还在练钢琴。这个 title 太惊人了。看我写的一个哎，孩子。朗朗哥叫我综艺灵感导师，我的综艺灵感导师。天哪，所以我跟你说，你非常危险。如果朗朗的综艺做得不好的话，就不是你的问题。没有，出去好是好是因为我，不好因为俩导师，我不是啊。
喜剧女王 Queen of 喜剧。哎呀，还好我不是综艺咖。明天赖之音。哇，我都写了一个很重要的话，祝恋情愉快。祝你恋情愉快，都得去恋情。对对对。你太难画了，这是。哇。这我要买下来。我将把我的事业砸了。怎么办？真的画了一个十年。我本来我觉得我还可以蒙混过关。那你那个写一个是谁呢？我是谁呢？我恨他，我恨范丞丞。等一下，丞丞这个，哎。周深，周深，你过来看这个心怎么样？哇塞，这个，一言难尽的心。范丞丞，我也来毁掉他。我就是连工具人的位置都没有了，是吧？你这个太难画了，你这个背影。工具人连背影都没有了。哇，这画的好可爱哦。对呀、啊。今天又是相亲相爱的春游家族呢。周深情绪低落时，春游家族成员开启暖心模式。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很多人都超级超级超级好。我那天有一录一 vlog， 我说现在年轻人就歌手里面最想跟谁合作，周深。嗯，真的，我爸一脸认真，开着车你知道吗？周深老师，然后说那你跟周深老师发出一个邀约好吧？周深老师要是有机会能跟你合作的话，我想跟你唱一首歌，谢谢。我身边也是好多朋友都好喜欢，好喜欢。所以那天我就很少唱 KTV 的，我还会唱一首《踏鱼》发给你，虽然抱歉吓人你。你现在很好，的确被很多人喜欢。你现在超级好。